手，再没有没然后，在望已化烟云一缕。如果真有幸和后世相交，谁教我判决心底好与丑？爱的有没遗留？最爱也许会聚内疚。嫌弃这歌曲太旧，嫌弃它贪新厌旧，嫌弃身边一双手，日后逐渐继续战斗。如歌曲讲起深秋，同一天一起千秋，才发觉这刻的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廖明飞老师。今天在录音棚呢，携手香港流行歌坛的唐伟琪老师以及香港的音乐青年，在这里录制他的作品《万事千秋》。希望能助力2024的四川德阳关爱儿童的活动。好开心可以以大提琴乐手的身份参与唐伟琪 Vicky 姐姐主唱作品《万世千秋》的录影。今次呢首歌會係以中西樂樂器嘅一個融合，我哋好開心咧，就可以咧喺呢個活動上面咧，同唔同嘅香港青年才俊咧佢哋合作喎。咁喺呢個活動上面咧，我哋會幫助呢個四川嘅特殊學校嘅兒童去籌款嘅，希望可以咧透過《萬世千秋》嘅兒樂版咧，可以幫助到四川德陽特殊學校嘅小朋友籌款啦，將愛延續落去。